凯西嘞，美国林小姐你好，凯西有来吗？向继文焦糖吐司有看到你，你好，小资，刚刚才在念你，你就出现了。小资他刚1000万唱那个江美丽的歌，我哪听过江美丽是谁？江音呐、啊，江美丽，正向的人生，熏的这个很好，其实如果你因为那个听到 QQ，我不晓得他赶得回来赶不回来。有凯西有在，来，凯西在线上，大家等我一下，凯西刚刚已经听到两位前辈的歌声了，对不对？你代表年轻人也要来唱一首，来。凯西赖我说：“辉文哥，我超紧张。来，等，我先跟凯西连线一下。啊，你好，CEO，你好，你好。完蛋！我死定了，好紧张。你这紧张什么啦？我们是以歌会友，以友辅人，好不好？我的天哪！你先跟我。那个偷偷讲一下，你点的这首歌的歌原唱歌手是谁？叶倩文。叶倩文呐、啊，叶倩文是你那个年代的人吗？就是我这个年代的人。你那个时候那种叶倩文呐、啊，你那个时候叶倩文已经嫁去香港了啦。他最近跟阿令有合唱这首歌，哦，你说我们这个阿丽娜、啊？是啊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呢。等，我先找一下歌词。哦，本来是叶倩文，所以原唱就是叶倩文就对对，了。哦，然越来后，越紧张。这阿令有翻唱吗？翻唱我不确定，可是他们在好像湖南卫视有合唱。好，因为这个，凯西，我跟你讲，因为这歌我真的不会。所以呢，你要自己唱，好不好？我连哼都不会哼，怎么办呢？来，爱的可能，你怎么知道他唱什么？奇怪，你们怎么知道凯西要唱什么？奇怪，有泄题的、哦。等我一下，凯西，等我一下，你先那个喘口气。那个聊天室的朋友，掌声刷起来，对，超好听的、啊，好，唱给林子祥的小孩。林子祥有个儿子啊，好。她是她妈妈，就是她嫁给他，然后他是后后母等于弟。是后母，对，对，爱的可能，对，这个凯西待会要唱就是爱的可能。来，等我一下，来，聊天室的朋友，掌声先刷起来，谢谢，那个来道歉的王幼宇你好，王幼宇，你明年生日再来，我明年你明年生日我再念你一次，他生日我点他名，结果他没来，这怎么可以？好，谢谢，来，谢谢大家给凯西那个。热情的掌声来，凯西来，你准备好就可以开始来。好，就唱的不好听，再请大家见谅。不是，凯西，我们这边的规定是这样，如果唱的不好听，就要唱第二首这样子。我们这边的天规定。我尽量唱这样 子，不过来，这首歌我还蛮喜欢的。好。好，你出现我身边，像个奇迹发生。没想到会是你，让我如此失魂。我心中的感觉是这样陌生，快乐的牵挂在相聚的每一分。曾以为我见过所有爱的可能，这一刻才明了我有多么天真，想给你全世界，一刻我都不愿等。想要你的心，却怕不能成真。因为你有你的人生，我有我的旅程，在前方还有等着你的人。你会哭，会笑，会爱，会伤，无声。
你会不会敲我的门？虽然你对我的认真，我也感动万分。你终究不是属于我的人。但记得在你孤单的时候，我会伸出双手，我会是你朋友到永久。哇，你唱副歌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了，来，感谢这这首朋友掌歌。声，你唱到副歌那边我就会了，前面我那不会，那因为你有你的人生，我有我的旅程，你唱这边我就会唱了，可是我又不敢跟你合唱，哎呀，凯西唱得非常好，来，各位聊天室的朋友，掌声鼓励一下的，所以你告诉大家你为什么喜欢这一首。因为我喜欢，其实我想要送给我心里喜欢的一些人，这样子，对，你这样很多人就不开心。什么叫做你心里喜欢的一些人？一些人就嘿，是包括辉文哥啊，包括君君啊，包括高景啊，这样子。对，我其实挑这首歌，所以我其实我们这些人还要去分你的爱就对的啦啊！没有，就是觉得还好有你们，然后我就对，觉得也有我对们聊天室跟你熟的这些人啊，也要分给大家，啊，大家这些老对对，朋就友。是我认识的这些就是朋友这样子，对。就这大个，家都辛苦了，这样这子。是情歌吗？这首算情歌吗？还这是？首事情，其实我看他的报道是写给，就是他那时候他很疼他这个，就是林子祥的儿子，对，然后就是照顾他，就是等于说付出，他没有生嘛，所以可是他就付出很多心血在这个孩子叶身倩上。文跟林子祥结婚之后没有生小孩，这个是真的，嘿。对啊，然后就。有写，就是人生嘛，每个人有个人的旅程，所以这个孩子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旅程的时候，那他受到挫折的时候，会不会再回来找这个妈妈这样子？哎呦，怎么讲那么变得好难过？我是看报道这样写，就觉得还蛮感动所以，如果我要去找的话，会找到叶倩文跟阿令在湖南卫视唱的那个版本就对了。他们有合唱过？他们有合唱，然后我不确定是不是河南卫视还是湖南，反湖正就南，是好，没关系。好像嘿，有他们在大陆的那个歌唱节目有合作过就对了。哇，对啊，对啊，你前面唱我都完全没有感觉。直到啊，真的，我看为到什歌词，你唱那个“因为你有你的人生，我有我的旅程”，那个 melody 就起来了，就想起来了。这个有听过，但是你也有知道我听过吗？有，谢谢凯西。哎，凯西，不会，不会。如果要求你唱第二首，会不会很过分？乐手，唱都那个，随便唱吗？怎么可以随便唱？这么多人在看，你随便唱，又不是我们两个在 KTV，你随便唱。那歌词我想看看，你刚刚那个也是，你那刚刚那个有看歌词吧？还是你真的歌词都背起来了？这个有提词，要看一些些，对。好，嘿，因为那，你后面那个副歌那边，我就觉得那个我旋律就记起来。你本来有没有准备第二首？没有，不是只要一首吗？所以临 时对叫你啊，挤第二首，你挤不出来。就会挤老，也不是老歌，就是喜欢潘越云的歌。啊，你喜欢潘越云的歌啊？可是那个是你那个年代的嘛？来，潘越你要唱哪一首？来，就野百合的春天，好来，这个我一定会啦，这是我怎么可能不会？但你要对，提词，野不百可合副野，歌，嘿，对，你要从副歌开始啊？就前面，仿嘿。佛同一场梦，你我如此短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清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，然后就不会唱了。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笑容？容，记记忆忆中那中样熟悉熟悉的笑笑容，你可你知可道知我爱道我你想爱你想你，你怨你念你深深情情永永不不变。变？难难道道你你不不曾曾回回头想头想想想昨昨日日的的誓誓言？言？就就算算你你留留恋恋开放在开水放在中。水中。
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山谷里，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凯西，谢谢你，谢来宾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哇，这个，哎，你比较喜欢年纪比你大的歌手嘛？对不对？这好听的。好听的都喜欢，潘越云跟叶倩文是我那个年代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两个差那么多岁，谢谢凯西，谢谢谢谢，好，感谢感谢，谢谢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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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谢谢，凯西今天这个搏命演出，为我们献唱两首歌曲，嘿，对对对，聊天室的朋友自动自发的刷起来，嘿，蔡敏杰，谢谢你的掌声，邱宗泽、蓝真、天宁，嘿。